老头儿，你搁这儿学王八呢？哎呀，你看这招式，王八出海吧，这招。你看，学到精髓了，一动不动啊。老伴儿啊，你过来。咋的了？ 我腰闪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还以为你入戏了呢。哎呀，快坐，快坐。你就是平时锻炼的太少了，知道不？对。但是这话说回来，这还真不能怨你。就现在这生活条件也太好了，一天啥活不干，就是享福。现在这多享福啊！嗯、老伴儿，想想咱俩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小娘给咱俩忙的呀。可不嘛。大冬天我给外面抱柴火，给你烧炕。对。你给屋里扫房。嗯呐。咱家那炕还不好烧。是吧？一烧炕呢，往出跑烟，那给你呛的呀，两眼通红啊，一个搞搞就窜起来了，一闹闹的往出跑啊，那就跟孙悟空给炼丹炉里刚出来似的。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呢？还好当年咱家那炕不好烧，呛烟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你居然是那样的人。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，你别说了。那年也是虎年，能不能别说了？行，我不说了，我给你们演。小姑娘，你看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姑娘。嗯。想不想吃糖葫芦？想啊。那爸问你个事儿。嗯。爸今天卖大鹅卖多少钱？680呀。什么680？580。嗯。记住了啊、哦。580。来，爸给你5毛钱，去买糖葫芦去啊。嗯，谢谢爸。是吧？姑娘。啊。我卖大鹅卖多少钱？680。580。你这藏点私房钱，你老婆孩子你都得瞒着。笑啥呀？没藏过私房钱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人说话嘴可老灵了，给我鼓掌的藏私房钱谁也找不着。不给我鼓掌的藏完私房钱自己都找不着。回家了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光是我教大家一招啊，藏私房钱千万别藏一个地方啊，省得全军覆没。我这100块钱分开藏，哎，你看，哎，这50我藏这儿，哎 ，OK， 这50我藏哪儿呢？大笨，大笨，回来啦！啊。看这造型，大鹅这是都卖了呀？啊，都卖了。卖多少钱啊？卖多少钱？没卖太多钱。你别想骗我啊！我知道你卖多少钱。你咋知道的？我咋知道的？闺女都告诉我了。这是个啥孩子呀？啊，这5毛钱我白给他了，一会儿回来糖葫芦我都给他造他。拿来吧，580。一分都不能少啊。多少钱？580。真是个好孩子呀。这孩子随我的，他不撒谎。快点。等会儿啊。媳妇儿，580，一分都不少。都给我了。都给你了。自己没偷摸留点啊。我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。那背着媳妇儿藏私房钱，那还是人吗？那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还真是580，辛苦了啊。媳妇儿，你要觉得我辛苦的话，给我50也行。给你50给我干啥的？我给你100呗。那不就200了吗？咋样？啊？你还想要200？我给你300呗，400、500、580都给你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行吧？不是媳妇儿，你，哎呀，这一天你说你呀，说你点啥好？来。
这580都给你啊，我一毛钱不要啊。这还差不多。要说你干啥事儿，你还得靠自己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起来，看啥？媳妇，那边炕热乎，你往那么点。今儿咋这么贴心呢？哎，这我就安心了。行了，你也别搁炕上萎了，赶紧收拾收拾。完了，爸一会儿给咱修炕来。这炕真得修一修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一烧炕，这老往出跑烟，修炕不行。哎，你干啥一惊一乍的呀？这炕不能修。咋的了？不能修啊？反正这你就听我的吧，你这炕你指定是不能修。为啥呀？这炕吧，就是咋说呢？这炕就是啊。我刚才算了，今天不宜动土。这都啥时候你还信上这个了？赶紧的，把那婆了往那窜一窜，快点。就反正今天这炕不能修，媳妇儿。快点，别给我磨叽了，一会儿我爸就来了。大哥，修不了。你看来了，爸。哎呀妈呀，咋这么快呢？赶紧进屋，外边冷是吧？爸来了，还叫爸呢？我看你是我爸。不是你干啥呢？爸来了，下炕，非惹我生气呀、啊！我怕我下来你更生气。你行了行了，我年轻时候也这样。我老丈人说话就通情达理。后来让我老丈人削一顿就好了。哎呀，不是老丈，老丈，老丈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这炕凉，我给你捂捂。炕凉？那咋不烧炕呢？我不敢烧炕啊，一烧炕这屋就跟盘丝洞似的，全是烟呐。啊，那是炕冒烟了。对，呛烟。要不是就是炕有缝儿、啊、要不就是烟道堵了。那你咋整啊爸？来，把这个炕席给我掀开、啊、我看看有没有缝儿、啊、我拿工具。好，行、啊、爸你先整吧，我把炕席先整开。来，老公。干啥呀？下来。干啥？快点把炕席掀起来，爸修炕。不行。咋的？不行。这是我从牙缝里抠出来的。你多大的牙缝能抠出一铺炕来呀？万万没想到，我还没等捂热乎呢，你就要离我而去了。等你把炕捂热乎，那得猴年马月。我舍不得你呀、啊！不是，我发现你跟这炕感情咋比跟我还深呢？让我再抱你一次！哎呦，你可别整这出了，快点下来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家伙真壮烈呀！啊，逗着玩。这修个炕，感觉想要拆散一个家庭的感觉。差不多少不吧？行了。别老跟爸闹啊、哦！快点，快起来！快起来！爸，起来！爸，钱？钱？钱？我的钱！哎耶！爸呀，我万万没想到你还有回手掏。这个钱是你的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妈出门的时候说给你修完炕啊，让我买点年货，这不是吗？还给我揣红包，怕我挣丢了，到底还掉出来了。你看，你可能刚才掀炕席劲使大，对对对，了。我看有缝没有啊？有吗，爸？没有，没缝是吧？盖上吧。那是咋回事呢？烟道堵了，来，我上去。烟道堵了？烟道堵了。你慢点吧。好。呀，你怎么样？啥？大笨子，把那桌给我抬过来了。哎，好嘞，不过高。哎，把桌子给，让你抬桌子呢。啊，行。光搁那行，你倒动一动啊，焊那儿了。马上动。不是，爹啊，爸，你不行的话，你踩我吧。啥意思？他孝顺，他这。
要东西太急，你这来不及穿鞋都。大笨呐！不是跟谁说话呢？这是啊！不是你啥意思啊？啊，爸帮咱家来修炕来了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，这活都是你该干的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哎呀，钱，钱，钱，我的钱，哎。哎，我才反应过来，不是你一看这钱你就翻跟头干啥呀？不是我这一翻跟头，我以为我老丈人要给我赏钱呢。但是老丈人，你这点儿高啊！你这钱总丢啊，总能找着。这爸的钱，拿着啊，揣好吧。我点儿太低了，揣好了。你这修个炕，你这钱怎么还老往外掉？我估计那兜漏了吧。俩，这怎么？100块钱呢？那可能是我妈早上给你拿俩呗，你忘了？哎，对了，那指定我妈是给你拿俩，你忘了？再说钱多，它不是好事吗？就别较这个真儿了，就算你卖大鹅挣的。哎、啊，不是这个，我说那个卖大鹅挣的，不是，老公呀，我说那个妈，老公呀，哎，我妈来了，快坐，外边冷是不是？你咋来了呢？你瞅你爸这记性。今天早上我说给他50块钱，让他回来买点年货。这一回头，钱没拿，人跑了。喂，不是，爸，这咋又来50呢？啥叫又啊？不是，你早晨不已经给我爸100了吗？给他100，我给他1000呢，我给他。对呀，这钱哪来的？爸呀，对呀，这钱哪来的？对呀，这钱哪来的？对呀，这钱哪来的？我问你，是不是背着我藏私房钱了？没有啊，真没有，不可能。爸，我要是你的话就承认了。没有啊，我都没有机会藏钱，哪有机会啊？赶紧说，这钱哪来的？媳妇儿，这爸也挺不容易的，不行，这个黑锅我给他背了得了。啊，去吧，爸呀，你过来，我替你解围。谢谢。老丈母娘，这个钱它是我的。老姑爷啊，哎，想替你爸解围。你也得小点声啊！你妈我眼睛聋，我耳朵可不瞎。不是妈，这钱他这真是我的。啥是你的？哪来吧你？不，你手咋这么快呢？真是我的。哎，啥呀？哪来吧你？哎呀，行了，你跟妈抢啥呀？你这钱本来就是咱爸的。哎，你可别帮我不倒忙啊！没成想啊！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你学会藏钱了，老白啊！藏钱你也就算了，你还给我藏根鹅毛！老白，跟我说实话，你跟这大鹅到底咋回事？我不认识大鹅呀！不是，不是，这钱里还有根鹅毛，齐大笨。你说这钱里出现一根鹅毛，你说这钱能是谁的呢？那你出现根鹅毛，这事儿多简单呢、啊？明显不？大鹅的呗。合理了。
妈，一下就合理了。这是大鹅攒的私房钱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大鹅知道咱这块愿意吃铁锅炖大鹅，害怕了，攒点私房钱，我想买张票上三亚躲一躲，是吧，齐大明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站着！你要干啥去？我想上三亚躲一躲。你给我说明白的，你为什么要藏私房钱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不愿听歌吗？我想给你买个录音机，给你个惊喜。哎呀呀呀，还给我个惊喜！呸！你咋那么不要脸的？藏私房钱为我藏的呗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给我藏的？呸！闺女啊，我可得说你两句啊，是不是管得太严了？那大老爷们兜里边能一分钱没有吗？大过年的，朋朋友友吃吃喝喝，大老爷们都得要个面。你看，我妈说的就对。但是，你说给我闺女买录音机骗她，那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该妈妈，你们不用管啊，你俩坐那儿。今天啊，你必须跟我说明白，你为什么撒谎骗我。媳妇儿，我真没撒谎，我发誓，我冲灯发誓啊！我崔大半要是撒谎的话，灯灭我灭。不是，媳妇儿，最近这电压不太好，我这个发誓不算哈，我重发一个来。哎，我跟那墙发誓，哎，我要是撒谎的话，墙倒我倒。不是，那个，这刚才爸凿的，就我重新发誓啊！你看我拿啥发誓？我瞅瞅啊，我是。我发誓。老头子，撤！这活要拿咱俩发誓。不是，爸妈，你别走啊！